老胡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你这点钱帮不了我什么，收回去。这卡里就是你上回说的数字，300万。300万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谁还没俩有钱的朋友啊？听我说啊。 我把水厂的事儿呢跟朋友们说了，朋友们都跟挺感兴趣的，都积极的愿意投资。这不，钱就来了。老胡，感谢的话千万别提，咱整这关系，你还整这干啥呀？但是朋友有个小小的要求啊，我也是对朋友的资金负责任，所以我也想在水厂呢考察考察，住些日子。至于利息啥的。 到时候挣了钱了，你愿意给我这些朋友们，就返点就返点啊，也没啥过多的过分的要求。就管家那房子，我搁那儿就行，我都看好了。卡的密码666，记住了啊。那我去把房子收拾收拾啊。老胡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别担心。激动的一员埋藏在心里，干大事吧。喂，穆商。 上海女人不简单呐，水厂着火了，啊？哪着了？怎么着？烧哪了？水厂起火了，报警没啊？119去没？不是那么个事儿，我妈把老胡接到水厂养起来了。我说没听明白呢，你妈怎么养狐狸了又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明白呀？这咋的？是着火了还养狐狸？到底咋的了？ 老胡嘛，你忘了？就是在网上他俩认识那个，追过我妈那个。这啥呀？你说什么撵你妈呀？怎么的了？就追他那个老胡呗，搁网上认识那个。老胡现在就在水厂住呢，大包小刘的行李都拿过来了。啊，你说那个老胡来了是不是？我刚才问我妈了，她亲口承认的，说她同意的。 我听明白了，好了，来水厂住来了。哎呀，猜一猜，大拿呀！ 哎呀，这是大拿呀！哇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那对对对对，啥时候来呀？不是，你咋来了呢？还我咋来了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呀，你咋来了？这是我家呀！也是啊，嗯，那你想来就来呗。是啊。 哎，这家伙你给我眼睛都花了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这是来干啥来了呢？这不是小燕也想把这个业务拓展的更大一些吗？范围，哎，我也正好赶上这个机会过来考察考察，怎么着我也就是想也想做大一点呗。那合适的话呢，我准备也再投点，当个股东啥的。想在水厂当股东啊，还是在我们家乡当股东啊？ 你又来了啊！首先，第一点，我要挑你。你没拿哥当回事儿。你要拿我当个事儿，到这儿来，首先到家，咱哥俩喝点酒，叙叙旧，完事儿再谈业务。在你眼里是哥重要还是钱重要？你要如果说赚钱重要，哥就不聊这个事儿了，就当咱俩不认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也要问你。 如果咱们之间没有杨小燕，你能不能投资？瞅我王大拿，你投吗？先报个歉，我确实做的有点不妥，应该上家里边去看看哥哥。这证明我挑理是对的不？挑吧，你这你不挑你这，你得挑。你要认大哥，回哥家住去，咱哥俩喝点小酒，在一起聊一聊。 有啥事儿我也帮你出出主意，你也帮我想一想，咱俩是不是哥们儿？家里住不方便。